之后就盖了这个宫殿啊。导游，目前看到的只是皇宫的一部分，这个是所谓的上宫啊，上面的皇宫，它的位置较高啊，那是用来招待宾客、宴会、宴会的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气势啊，这种大开大合的造型，这是在当时巴洛克的艺术风格发展到盛极。这两个拍照姿势都一样的、哦，一路。你故意在抓那个 timing 的、哦，对。亲一下老公。